佛说阿弥陀经，成上有楼阁一
舍利弗，依佛国土，常作天眼，广进为地，昼夜修持，于天满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甘，得以一个身中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是世世还道本国，乃是精心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从此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奈何空却因无舍利迦陵名皆空灵之鸟，是诸众鸟昼夜流逝，诸何妖言其因言长，不更无力其不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度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佛念僧舍利弗，如为此妙事是最高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世事诸众妙，皆是阿弥陀佛具灵法印，全有变化所作舍利弗。彼摩国土为风吹动，诸宝藏书及宝罗王，诸位妙音毗卢百千众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是心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于如意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报为阿弥陀。有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净世界有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善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弥陀之，其中若有一身不足，其数甚多，非是善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遇如是诸上善根，具备一处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直至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顶名总是阿弥陀佛。于诸身中现在其前世人中是信徒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是彼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旅，东方已有阿处毗婆，须弥香佛大须弥婆，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
时的光色下束缚，和玉器或烛光长蛇将颠覆三界大千世界，说真实也如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见佛须弥灯佛无量金金佛如是等等和沙数诸佛得与其国诸光长舍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信时。